盘，竖盘上粗下细，向右下方斜，横折这个横盘要细，提转折头顿一下，向左下方斜的，这个竖比较短，这个横要挡住的竖笔，然后这边要出头，跟这个方向有变化。口上宽下窄到梯形，横细竖粗。这笔画在口的中间下方，横起笔在竖的中间位置。这个竖起笔越高于这个横画，提要左边长，右边要短一点。注意，这个横的收笔处不可超过口的转折处的最宽处，要稍微短一点。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的，应该是平行，向右上方斜。最后的提要斜的多一点，这边出头要短，左边要分字。提应该是向右上方有粗到细，横折要细，不要写得太粗，竖要粗一点，这个横要写得小一点。竖提这个竖画要细，上面起笔要粗，到这个地方向左带再压下去，向右上方提要长一点，撇尽量靠上，捺笔由细到粗，出锋要平的。注意上面这部分由低到高，横与横的间距，还有这个横折要往左边斜，这边再出来啊，形成这个中间往里面收，这边一个空啊，这边一个空，这边向下靠一点。竖提这个竖笔不可写得太粗，要细，稍微短点，起笔稍重，向下写的时候微微向左斜一点点就可以了。那提要粗，横要短，向右上方斜，竖画写在横画中间，上面粗下面细，交叉点的在横画的中间。第二横要左部要伸展，要长一点，相对来说跟右部要长，它比上面的横右部出来稍长一点点。竖不要写太长，这个横在竖的中间起笔，这个也要短一点。撇的起笔是对准这个横与竖交叉点的这个地方，由粗到细，不可写得太长，主要突出捺笔由细到粗。顿出去，撇短捺长，撇收捺放啊。中间这个横画最长，上下两个这个横稍长一点，跟上面的竖要对齐，这个横在竖的中间稍短一点，撇对准这个交叉点这个要短一点，不要写太长。